这煮鸡就是。等我挤一下猪头。你得纯养的猪。好。用吃猪，用吃鸡，用吃鹅，用吃鱼。那鱼是你的，鱼塘里的。老子，你看嘛，老子鱼就是最大吃货，你看看。这个鹅儿出个水了。来，葱姜料酒。现在这儿你把鸡点头，我去把鱼打几头。我下山你老的。哦，你看这儿，哎，这条还要的，有还有条，哎呀，从南面给打折，那三锅这个鱼味也好，好不好？嗯，把这锅呢捞起来，漂个水，啊，自动把一盆肉。喂，要你看我左瓜左剩的，俺吃点肉噻，瞅见今天晚上今天烧一下，今天那个打八折，安逸得很。捡冰糖来了，炒个鸭子。好安逸，好不？一个个，好对喽，多几个个。我说鱼呢，妈的！又是鸡，又是猪，又是鹅，我看你介绍过，是吧？有那么人了嘛？还有鱼，老子还有好吃那么两个，老子自己喂的鱼，安逸的。我们这边出去。
啊，你看到什么？要啊，这个我发的桶子。喂，还有一个。真的好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我发的。五分杀你。他说煮鱼的料呢，酸甜的，他能熬的。三十元了解。你们啥听？哎哎呀，哎我还有点哎。今天是干白白的，把汤汤都进来。哎，今天这个鱼好吃。鸡汤，鸡汤。哦，好了。这我要烧白的，这个不是烧单味儿，来了，来嗯，这个是自己的鱼，那坑那几天，干下我们的草鱼啊？这是自己的啊？我们三十来鱼塘的。嗯，那黑哈哈别给吃，看不见。这个鱼都快久了点。黑的草草的嘞。什么？是我这样。哎，这个鱼，这种我烧的，看哈儿这味道。可以可以。今天这个草把香蕉就完成了，我们是一次性全部搅制完的，都那个厨房出来那个锅的那个，是吧？今天我们人多。全部整完，现在看起是不是多巴适的了？嗯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你看嘛，之前很多朋友还担心这个竹竿子木升不起，你看现在没得事的，这搭起了一点问题都没得。今天就还要辛苦点师傅，他们还要收这个面，还要磨，起码要加班到10点多钟。